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专辑内地，薛之谦《怪咖》，恭喜。哎，等一下，奖杯都还没有拿，不要着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今天呢，跟我的造型师说，帮我准备一件可能会拿奖的衣服。结果他给我准备的这件呢，看上去很像颁奖的衣服。我现在像不像一个礼仪小姐？你给蔡依林小姐颁个奖好了，我们假装一下，好吧？假装一下，我们互换一下，要不然？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，怪咖这张专辑真的是我非常用心做的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还会继续努力好好的做专辑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听就好了。万分感谢，谢谢。两位怪自备的，请留步一下。合作呢？我觉得，蔡依林老师，你最近在收歌吗？可以耶，哎，我们觉得可以合作一下。你喜欢跳舞吗？我也蛮喜欢跳舞的，但是肯定跳不过你。你喜欢悲伤的情歌吗？都喜欢，都喜欢哈。那我们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下次好好合作一下。好，就是第一段是悲伤，后面是舞曲，这样。就是一开始很难过，然后突然站起来就跳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哇，吓死人啊！不是，这个太适合芊芊了。你们也是精分的。你们也是硬要聊是吧？是在拖时间吗？现在怎样？没有，超时。超时啊！那我们快点下去吧。可是你们怪咖，我们要多给你们两分钟。谢谢怪美的 Jolin， 谢谢怪咖薛之谦，谢谢。两人 battle 一下。晚辈先来吧，晚辈先来。前辈，晚辈先来，晚辈。谢谢华歌榜，然后谢谢我所有的歌迷，然后非常感谢拿到这个金曲，我会再接再厉，谢谢大家。不像你啊，你在模仿方大同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啦，对的，就是尽量，对对对。OK， 欢迎男歌手，内地，薛之谦。是我们最新出炉的年度最受欢迎男女歌手，请看一下那个主机位，谢谢那边，谢谢举手的那位哥哥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先有请获奖的两位女歌手往前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让我还继续在台上的歌迷，然后我的经纪公司，然后谢谢华歌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恭喜蔡依林、春春。再次感谢华歌榜，然后呢，我会继续的努力，也希望为。还是晚辈先来啊。这个非常感谢所有的签友，然后呢也是谢谢，对，是的啊，谢谢华歌榜，然后就是我会继续好好做音乐的，谢谢大家，来有请周老师。好。切克，让平凡的阳光一穿不透。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，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，学习新研究后，寸草不留，赞不绝口，欢迎抗击野兽，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高贵富有，表情温柔怕献丑，没
我就一路往里走，牵我年幼时候，带你小手，多自由，对我微笑点头，我脏得不敢伸出手。掉我的摩天大楼，在堆积窥探我的生活，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，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，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，那些承诺第一期认识你还是
我的。生活，谢谢大家。男歌手薛之谦，对，看着长大，我看着长大。这现在有点长得太大了，还好，体重不多。那个在现场今天什么感受？大家有好朋友们又齐聚一堂了。是是是，这是非常感谢那个华歌榜啊，就是这次我也自己没有想到会拿到这三个奖项，我特别的开心。然后呢，最近也是发行了自己的新的专辑，叫做《尘》。虽然歌陈还没出来，但是前面已经有四首跟大家见面了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听听看。谢谢大家。你是怎么样保证老有歌一直这样在发的？我经常看到半夜你又发朋友圈说，我这个歌又差不多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了？对对对，就是我现在其实灵感不是很多的，但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写。我现在基本上天天到早上十点去找，对对，然后基本上下午七八点起来，就是在家里憋字。一个，对对，因为我觉得既然发出来了，我希望能在今年年底把这张片全部做完。其实后面这歌还没有完全写好，所以但我会尽量。对，真的是很多人心血投入进去啊！刚刚这个自己的表演，就表演完了，累成这样吗？是是，这个今天有一个 bug 啊，就是今天我这件衣服，它其实呢是因为我的设计师跟我说，他一定要这里面抽得很紧，然后一旦抽紧以后，它就会很有型。我说哇，我就相信他。我抽的非常非常紧，抽的我现在胸都疼，非常紧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因为他这边就这么设计，然后解都在台上解不开，所以我之前唱歌是有点气没上来啊，但还好啊。原先可能是女生的一个束腰 啊，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，我的那个就是造型师嘛，以为我今天是没奖，所以他给我的就是颁奖的，就礼仪服装这种，哎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太有心了，待会儿我们来抽一下，对对，再拍个照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会让你给我颁奖。感受感受，感受，来来，拍张照啊。那个这样拍都可以的啊。那等一下，我们那个先大家先问完了以后，再有拍照时间。没错，行不行？就是说，以前看到您的专辑里边呢，好像那个词曲部分是和很多创作歌手一样自己全包了。那现在呢，好像也能看到新歌里边是有了这个新的词曲作者进来了。是的，是有刻意的在想要改变自己现在演唱的这个歌词，就完全是有自己来包办的风格。哦，完全不是，是因为我真的写不动。就是因为一个人，你想我是这样，我大概我现在十张专辑嘛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相对来说，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有五张左右。但其实呢，我对我来说已经就是绞尽脑汁，真的绞尽脑汁。我不是一个天才，我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笨一点的人吧。但是我就会比较努力一点啊，所以我觉得你刚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又忘了。你是不是也？在尝试用其他音乐人的作品？哦，对，我一直在尝试。现在就基本上我写词，哦，我写曲基本上一张专辑写个四到五首曲，然后词基本上自己写个九副作，大概是这个情况。对不对？我之后也会这样，因为实在是写不动。那有点瓶颈的时候，怎么找到灵感？有点瓶颈的时候，就是哎呀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就是比啊，可以看出来吧。哦，也到这边，你多看一点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觉得，好的，那我觉得，其实我现在是有，我现在是有瓶颈的，对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有瓶颈的时候怎么找到灵感？是不是要啊？找灵感，我觉得硬找。现在目前为止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找。我觉得我还能再撑一张专辑吧，一张专辑。后面存了几首歌？混了几首？混哦，对，存了，现在存了六首。能把这张专辑拍完，但是弄完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写，就全部写好，但是存了六首。对，说要把那个服装店刚刚开业，据说是的，五个小时就卖完了，有什么感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还差点就被人黑了，对不对？我咳嗽一下，一口痰气你就不要死了。那个服装的，是钱赚的太多。对，是这样。其实呢，跟大家说，我这个服装是真的很用心在做。我这个服装呢，已经经营了差不多四年不到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服装现在是第一次落地在上海。对，大家是在上海，希望大家我相信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，我想把这个做成落地的一个品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对，好，很辛苦了，来来来。